声音来，怎么又没声音？又怎么了？又怎么了？OK，一切正常。安安安安。今天打一下。然后最新的过年海苔又来咯。他还寄给我一封信。新年快乐，龙年大吉，新的一年，新的旅程。玉泉宏有限公司。非常好，海苔。惊叹号肉干，这次没有肉干啊，这次是海苔啊。现在订多久拿到？过年前就拿到。也想要炫就翘小指，我要换啦，换啦，换啦，那肯定换啦。过年就是换新人的好时机啊。柚子口味好吃，喜欢甜甜的海苔的最推荐的就是柚子口味。唯一推荐。也阿尔法瑞斯74个月，现在 FA 减一减能前三了，哎，我们本来就是前三的队伍、哦。接下来一路赢到过年，这礼拜斩 DCG 跟 CFO 嘛，然后过完年斩 BYG 再斩 WP， 四杠三应该有机会再 Pool One， 应该高几率是 Pool One。小鱼人要来咯。也香草狙击手。拿拿拿。不妙呢，雷文打这个、哦，这个组合为什么看起来很奇怪啊？那老桓公39个月，这个组合我是很难跟你们保证会赢啊，偏难。
嗯，哎，还好，走了。还好，还好有人走了。大家这个等待排队的时候，记得先来看看我们的海苔啊，最顶的海苔，用料最顶的海苔就在这里了。烤海苔只卖4天。2月4号就结束啦，然后预计可以在过年之前都可以送到。赞啦，非常赞！你过年不知道要送什么，就送海苔。哎，小朋友跟你要红包，你就给他一张海苔；这个也跟你要红包，你也给他一张海苔，直接处理，多省钱。他还要多要一点，那不用担心，这一整包海苔里面有很多很多张，你就每次给他一点点。那个乌迪尔好了，给他超派铁拳哦！你先给他多一点海苔，他不领情，那就要给他超派铁拳了。肉干很难吃，肉干怎么可能会很难吃？那个肉干超好吃的，尤其是 cheese 口味的。那个肉干我放在桌上，基本上哦，只要我再过一个小时出去，它就没有了啦。尤其是 cheese 味的。好、超负荷获得了一份订阅。谢谢杨阿阳跟社畜仔回来了，他回来了。大哥复活了，所有人都回来啦。图奇现在就这个，基本上监狱里面的都放出来了吧？还有谁被关着？没有了吧？这场感觉可以带个净化，打个安全牌就好了。啊，大赦天下！今年跨年强档什么？跨年强档哦，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汉统神评论我们打 PSG 的影片吗？你可以问教练，没事，教练会处理。让个谁？团练啊，那肯定团练了。I don't care where here is, just point me toward adventure. 这两分差这么大、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 啊？那怎么对面都钻一钻二，然后我们有中士？
30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 处理一下 VPN， 启动。要遮地图吗？要想要不要遮地图、欸？Minions have spawned. Sounds dangerous. I'm in. 其实也不一定要啦。韩服现在也有 Ghost 的仔哦，韩服哦，嗯，大部分的职业选手是会直接调延迟的，像 Faker 好像是延迟两分钟还是三分钟吧。哎呦，一等打这么狂暴，ping有点高哎。痛痛的，那肯定哦。这可是伊泽瑞尔。下一版还有一只我很喜欢的角色要改强了，伊罗伊的触手多150攻击距离，非常厉害，拍得跟凯特琳一样远。他、啊、怎么过那个？闪电塔里来。啊？哎、欸，是怎样？那个是不是？是哦，刚那个哦，没办法、哦。感觉时间好像被暂停了。Nice, you can send the bill to my uncle's museum. VPN 重新启动。好，这样应该要好了。看一下，1-3，老李，老李是把贾克斯给踹死了。感觉时间好像回溯嘞，我怎么又看到纳蒂鲁斯从家里走出来了？好像几秒前才看到。There's an unspoken law in archaeology. Finders keepers.怎么又从那里走出来了？哎，对，把线给推了。注意哦，换我们卡个线。这边要痛苦面具了。这边要去吃虫虫了。建议那虫也别去了，你也来不及了。这边都吃这么久了，给了吧，给了吧。泰奇有康特鲁斯吗？泰奇哦，
应该五五开吧。我觉得派奇可能开小一点。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两只的定位不太一样。我有练龙龟吗？有啊，我就跟你说会有龙龟加猫咪哦，是不是？我还以为 LEC 会先出，结果 LPL 先出了。为什么？又怎么啦？怎么打那个？怪怪的哦，纳蒂鲁斯，这个纳蒂鲁斯，小夸怪怪哦。哎呦，老贾要出事了！哦，终于勾对人了，太好了！嗯，甩尾，闪现普攻，漂亮。没办法，我也只能只剩那个 Q 了。除非鲁斯不让投，鲁斯直接敲到底就好了。但给沙皇人头也不错，哇、哦，推得漂亮。哇，这个传球传得好啊！但我觉得鲁斯长这样，可能有一阵子老贾不会再下来了。鲁斯两颗了，很好啊！鲁斯拿头硬邦邦的，没看到 LCK 那个纳蒂鲁斯，每个都顶飘飘哦。纳蒂鲁斯大树，真没招哎、欸！把老李给赶走，还敢吃吗？还是被他吃掉了，推哦！鲁斯感觉是演员，鲁斯感觉是补位啊。为什么这次又换老贾？怪怪的啦！啊，这是怎么换老贾不跳他？怎么啦？柚子太甜了，你这样讲台南的朋友就不开心了。啊？啊，怎么不反攻？勾得好哎、欸！回答，咚！对，那里怪怪的，说不太上来。可能不该。应该是不应该先 A 那个派奇的，该不会在什么都没给的情况六重，虫也掉，龙也掉，这是很尴尬哎、欸。Never met a problem I couldn't blast away with magic that I don't understand。嗯，派奇又在皮。哇，漂亮！纳蒂鲁斯到的太好了，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在那里。
为什么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那里？太神奇了！七个钱，陈宅宅54个月，一折不买三项了吗？现在三项是个废装，没什么人会买，除了达瑞斯，好像只有达瑞斯会买。哇，还有眼给他渡，老甲好像也会买。但伊泽瑞尔基本上是不会买的。完蛋嘞！镜爪会买，镜爪会买吗？哭吧，被他撞起来了，应该找点闪的。一进场，我一直接把派奇收掉了，不给那个派奇任何逃跑的机会。老甲再晕两个，这怎么可能会输啊？为什么？为什么伤害会不够啊？给他串三个真的伤了，哎，转圈圈用掉了啊、哦。投一投，漂亮！OK， 碰拳，超派铁拳。阿奇尔感觉双杀局哎。他 unstoppable 呢？溜了溜了溜了。Exploration runs in my family. It's in my blood. 哎，上垒开杀了，碰拳，插派。这个碰拳是要几个人按才有啊？他杀人我怎么按的没有？怎么是给他比一个赞？海苔现在买过年前会收到吗？会的哦。亲，只要你现在下单，下个礼拜一就收到了。哎，我的下塔要再见了。哇，这么秀、哦、？OK， 我死了。下二塔也有点不妙，可以雷文来守，那没事。有种你们两个就继续猜，贾克是会去撞你们的。哎，他还真敢呢，他们要死了，漂亮，就喜欢这种送头情况。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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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卡里44个月，好久不见啦、啊！两边中路吃兵那么多，海苔一包几片？亲，我们都是用这个公斤数在算的哦。他不一定有几片。
但重量是肯定有保证的。我感觉被他 A 两下快死掉了。碰拳，可以，终于把这个老李给 shut down 了。接下来就是得把这个萨米拉给 shut down 了，他快把我给弄死了。哎，被勾出去了。哇，推得漂亮耶，这个阿奇尔他直接戳到这个萨米拉都受不了耶。在旁边看一下，入了比赛看的吗？没完全看耶，刚刚在团练。我带，再见。勾得漂亮，纳迪乌斯一换一，不亏。看看我们这个预示者打算怎么用了。其实我法语还蛮好的，17分钟我魔剑要叠满，而且 HY0024 可波丁堡。哇，哎呦，被鬼踹了，没动过啊。我觉得我们得先预示者撞一下呢，等他 TP。 李星没闪没 R 的，吼吼，连下去了。来，开拆，来了，只要你这个开车技巧，哦，还好，还好，不是很好。我觉得不是很好，可能不是很好。塔拿掉了，走一个。这礼拜还有比赛吗？有啊，每个礼拜都要比啊。过年那周没有。哦，老贾，哇，这伤害好猛！这就是贾克斯。完蛋了，过不了墙。反正应该讲个进化的。来鬼勾，大招留给萨米拉就没问题，叼起来，有喽，运到，出来。
这样就对了，这就是纳迪鲁斯。哎，没过到，我还是杀了。这禁军之墙放位置不错哎。打得真好啊，这阿奇尔。不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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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来了鬼来了，鬼来了鬼来了，哎，鬼没勾到我。出巨九能一秒敲四下吗？可以啊，上路甲克斯都会出巨九啊，一秒四下。AW 巨九 AQ， 一秒五下。海苔你下定了，海苔好吃的啦，家里有小朋友的多买一点海苔，营养又健康。这是有肉干啊？没有，这次只有开海苔的。哦，要推吗？不太好，感觉不太好，我觉得不太好。海苔算海鲜，算吧。我不知道，有些人对海鲜过敏的，不知道能不能海苔。阿奇尔，阿奇尔怎么开了个灵车啊？没大招，这样开进去有点狂暴哎、欸。我也上车啦、啊，我也有车票啊。我的天啊，这个家伙竟然三件套了啊，我都没要摸一下就死了、欸、有点难缠这一把。你的 CC 是蛮多的，When you've got talen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call back. Rocket this. 但可能都不太好输出。I rarely know what I'm looking for. 阿奇尔装备挺好的。没神开哦，我们就需要阿奇尔一个推五个了，那第五次也挨一个漂亮的，哇，被吃掉了。OK， 先换经济，动物先撤退，给他们赚六百五。现在有这个欺瞒者，超级难看到敌人血量的，他怎么这么硬开？这样还可以啊？什么个？这也能开？
没了呢？这样开，我觉得是不太可以耶，哭啊！阿弥陀佛，这样开是直接下一把咯。GG 纳蒂鲁斯。那个局哦，这个局不好翻。那个巴龙掉了之后，基本上就输了。没那个灵车，我觉得还有机会搏一搏的。不出三将的贾克斯比较强，贾克斯还是要绑三项啦。好了，感觉可以让02先下去了。战要给黄鸡，黄鸡其实整场都打挺好的，就是开了一波灵车。但他比不上一整场都是完美发挥的纳蒂鲁斯。好运劫，突破天际青龙雕加巨酒，好像没有人这样出吧？我看连打野的都不会这样出。来了，伊泽瑞尔加火人，我方采取一个。进家派起，哎呦，进家这个也好，可以，能打。小黄毛现在 T1 吗？算 T0 吧，没什么东西可以跟他打。反正他万搭配什么都可以。配强开就带强攻，配 poke 的就带强攻，配混的就带征服者，然后混到后面也很痛。四枪侠 T 几啊？四枪侠也在 T1 啊 ，T1 比较后面的位置，通常是拿来对法洛斯的，对其他的没有那么好打，但那 rank 很强。治疗好了啊！比赛的话 ，T0 是艾迪法洛斯啊。有两次，最近三娜有点起来 ，LCK 全都是三娜，因为他们还没改那个版本，还是双辅助装。这个挨打留下路吗？你说乌龟猫哦，乌龟猫很强哦，乌龟猫就是拿来打那个路西恩的，但非常遗憾已经被砍了，乌龟猫过强所以被砍了。I will bring them an opera of death. 龙猫阵，
新 JT 如果是我们哦，都是有机会的。PSG 也是差点被我们干掉、哦。说比赛，我看当时状况了。怎么遇到一个星巴克流的、啊？开局就两杯咖啡。这咖啡可以存这么久的吗 ？Behind every mask is another mask。那这样子，我们的人怎么对线？不被踩不会不见，这个是永久的、啊。No poet's words could match。那就一直放好了。很炫哦，这个打法一旦不点 Q， 最多三杯，你知道三杯都放在这里啊？那我们等等这边打一打，还要回来这里吃、欸。I provide catharsis for my clients。And my victims. 也不该放那里的，浪费了。他干嘛？不知道，直接上来给我一顿超派铁拳，一拳，我没倒。你倒是往前，往前！你要假装你有 Q 啊 ！The work is what matters。那就对了嘛。他又不知道你是点这个咖啡的。虽然我不知道藏那三杯什么时候用到，感觉我们是永远保推。有了有了，用到了用到了。回去回来，又是一个全新的巴德。他也在哪里呢？下半的几率蛮高的，但理论上很难 gank 我。Smiles and screams, I bring both.下路好像不会有什么事、欸、喝杯咖啡。火人在上。为什么我的 Q 没有先出去啊 ？bug 啊！完了，走不了了。前进，人要学会往前。勇敢向前！哎呀，人头还是给到火人哦，但逼个闪，一直没闪，这个火人头。Happiness is a work。我也不知道头怎么是火焰人的，机器人怎么没勾到我啊？
刚怎么卡蛋啊？他就闪走了，怎么卡蛋？嗯、啊，飞进去。Yes, the gun is ironic. An ally has been slain. 拿命在吃兵哎、欸，这蛮王，玩命流。I cannot be war. I must be perfection. Each bullet is a song. 没有鞋子，这里有点难打他。哎，砍到了，好爽。米打上路，米米打上路哦，有机会啊，那肯定有机会啊。咖啡呢？咖啡去拿虫喽。Only to the audience do I show my true face. 哦，完蛋。还好，头够硬。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我要嘎逼，我要嘎逼。I will not suffer this ugliness. 喝个咖啡。现在的咖啡好好快哦！完了，不熟也直接喝了。They are puppets. I feel their strings, and then they dance.没加糖哦，接着喝啊，原汁原味的、哦。Now that is what I want to see. 漂亮，四枪侠开始发飙。这波线感觉解的时候火人会来、欸、拿命解线了。那咖啡就是要喝无糖，喝那个酸酸苦苦的口感。虽然我不喝咖啡。Death should never be quick. It should be an outcry. 但我知道正宗的咖啡就是得这样喝的。It's very simple. When I shoot, they dance.They must fool. Breathe in the atmosphere. Oh.
敢单挑吗？啊！四枪侠加上三枪侠，带走。给他们的。If I get this outfit dirty, I'm going to be so annoyed. I live for the applause. You will die for it. 飞机都被 A 死了。Oh!跟巴德啊，我跟巴德那是完美的限制走位啊。There is nothing for me. 他该不会敢一上来吧？哇，十分舒服。在哪一层走了 ？I want to feel.The gun makes it so I do. Long Tao, 他还装子弹哦。我是觉得他应该也没有浪头的打算。哎，奇妙旅程消失了。也微小77个月，那肯定的。Difficult to work under these conditions.这种鸡蛋位置随便一个人来玩都可以啦。This art is a potion. 被偷走。我觉得不太对劲，先丢了。With my technique, killing blooms into artwork. 前面有两个残血的，好欠狙哦。赚翻，要是把机器人也狙死，哎，机器人还没回家哦，没有，在很远的。伊泽瑞尔那死的是真的惨，全中。Everyone is watching. This will be easy. 塔皮看起来是拿不完喽。我要开车教训他了。走喽！你好，伊泽瑞尔。Is certain, but killing doesn't have to be ugly.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我也很想点掉那个塔，但我怕被机器人这个一拳一个大招要点灯熄啊。要是能帮点，我一定帮点的、啊。
不是不帮啦，这个情况不允许嘛。马云有说过啊，人要先自救啊。要不要去边线？库奇现在应该可以去边线了。哎，火人在送哎，这火人就是对面的核心，只要他死了，这把应该就差不多了。跳下去了，跳下去了。哎，可以开车，拜托，不要三宝。撞上去了，漂亮！你还要驾驶吗？哇吧，他会车毁人亡，还好，紧急跳车。还好车炸了。我打这么凶了，哇塞，没收掉，哦，要是那一枪我暴击就好了。哎呀，13-12，我们原来不是超级大顺风哦。我感觉这个地图看起来，我们应该是超级大顺风。因为火人还没死过，那火人没闪。哎，漂亮！一拳把他打死。这就是卡桑蒂啊。火人这样应该死了，没闪的。传来捷报了，非常开心。嘿，我走喽。我接到喽。哎，记住了，漂亮，完美贝特双杀。哎，B8龙，我有扭吗？当然有啊。不扭要怎么接到啦？你以为那个那么好中啊？把它变变嘞！ This performance needs more zazz. 逼个八龙好像也不是不行呢。Everyone wears a mask.
I just chose to create my own. Hey, 50 块。哇，还是死掉了，不然就可以吃了。哎，被勾走了。这个最好是等黑叔叔过来啊。来了，黑叔叔，别烫我，别烫我。还有人 TP 是下路哎、欸。But I lie. 这飞机很怪，没差、啊，他很痛。他这一趟回家，说不定三大装了。不要啊！不要吃我啊！我的钱呢、啊、？Until they stop me, I will keep going. 恶意飞机真的很强，真的很强啊！恶意飞机，然后等等再配那个。那叫什么星矢，他一个 R 会刚好恶意加上飞弹的伤害，直接触发星矢，多打6%血。不要暗算我了，快跑！ I serve at the serve.I live for the applause. You will die for it. 感觉对面要吃啊！我听到他在砍的声音呢。My genius will be understood. 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凶好凶好凶！哎呦，飞机！拿出猫王的大招！扭掉了，我也没招了。哦！秀了一手。I must wait until the composition is. 龙可能掉了，再 B 一次八龙。对面是真没招嘞。快速把中路给清完。I shall choreograph this affair. 23分才出王冠不会太晚，反正这三个穿透装都得出啊。没办法，不够肥。哎，没闪的蛇。好硬啊。兵带着，哎，我闪现了，为什么？为什么闪现没出来 ？bug 啊！掉了。
哦，闪攻！三件套的飞机，三件套的飞机看起来超好玩的，蹦一下就残血了，蹦两下就死人了。哎，他原地跳哎，这也是让你见识我四枪侠的厉害了。飞机能打下路吗？太难了。我觉得说不定打凯莎打得赢吧。他有点太吃等级了。这个飞机破壳了。再一发，跳过来遇到男枪。I am a singer without a voice。龙猫有搞头吗？有啊，龙猫已经被改版改掉了，现在没办法双跳潜了。I am a slave。卡桑提来了！哦呦，我捞到了！卡桑提可以吗？卡桑提要撑不住啦！卡桑提也上西天了，治愈干嘛？救一条命算一条命啊！我救了飞机啊，飞机等会回来报恩的。不是这个飞机，他一直在中路抢我的兵线，其实我也看不太懂。他吃兵只有150。The end is important in all things。那个兵线应该是我要吃的。不好踏，应该踏上半步了。I was paid to put on a killer show。边线哦，这场边线很安全呢，不好说，他可能真的会被蛮王劈死。A spray of blood。蛮王就是那样嘛，没办法。你也只能去与他一战了。啊？飞起来嘞！蛮王来喽！哈哈，不灭的怒火！他这恶意超大一片的，再一发要死。
后起的飞机真的好强。这里不带上线要干嘛？你们好好蹲点啊，我去吃钱了，穷的要死这一把。飞机哦，飞机这版本来就蛮强的啊，有 CK 都直接首选。主要是好打沙皇，跟沙皇后期差不多，差不多猛。转走。I provide catharsis for my clients and my friends。你们都回家的话，我看对面就会开吃哦。哎，他们要先处理黑叔叔。可以，黑叔叔先来个惊人。The work is what matters。带的好啊，蛇肉一个，火人怎么能这样没死啊？有这么硬吗？575的攻击力 ，A 加 Q， 暴击没死。感觉我得弄个大穿透。没双招了，这波大家都按了。要是让我再强壮一点点，哎，等我啊，等我啊！别啊，你别把红发吃掉啊！啊，没有红发、啊。刚刚一定是有什么 bug 之类的，不然他那个要不死，他也就3100滴血。Smiles and screams. I bring both. 哦，慢叠层哦，但是杀一个人会长出来啊。你们这样把中路 open 了，难打哎。That is what I want to see. 怎么会被鼻地到结束哎？完了，只能硬吃了这样。好，我被烫死了！快瞪出啊！快瞪出啊！家里真的 open 啦、啊！可以飞机包，应该可以一波，只要向前就可以一波。40秒，对面谁会来BD呢？伊泽瑞尔，我觉得很难。快点，快点踢过去，踢过去。不，你倒是踢过去啊！
inhibitor.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对面三个就在倒数，他还可以守家，是怎样？对面三个人在倒数。 不错，把大家打不错，伤害拉满。他不相信他自己啊，他可能不知道对面死了，他可能不知道死人是不能拆珠宝的。 他只要不是自己过去变成死人，这版的 AD， 那这版的 AD 很快。这版的 AD 就是出那个穿甲，然后 A 一下就把对面的 AD 给杀了。要ban谁呢？塞勒斯好。 应该不可能遇到亚速吧？现在下路就是那些穿甲流 AD 正在虐杀无法出穿甲的 AD。 穿甲真的太强了。 伊泽不是很强啊，伊泽强啊，伊泽是唯一一个特例啊，其他人都是穿甲流，穿甲好运姐，穿甲镜，穿甲法洛斯，穿甲滑板鞋，穿甲凯特琳，穿甲大东。 还有穿甲达瑞文，如果有人会玩的话，遇到那个，通常头都蛮痛的。穿甲男枪，穿甲男枪就是这游戏所有人格最变态的东西啊，真的好强啊！ 来了，穿甲三呐！穿甲是指物理致命，对啊，因为这一版没有防御力可以点啊，你只要出两件物穿装，直接就打真实伤害了。出一件的时候就几乎是真实伤害了。 啊，怎么有猫咪啊？对啊，现在下路都裸体在打的。我的天哪，猫咪！点这个好了，想点两颗大生命呢、欸。 这把感觉对线是来开混的，我想点两颗大生命的，点一个大生命好了。
前期暴击吃运气，现在哪有暴击 AD？ 我都没看过有人在玩暴击了。太烂了，暴击真的太烂了。收集者啊，对啊，最好的暴击装就是收集者。那20%很爽。哇，对面上路努古里啊、哦！又遇到他了。努古里的纳尔，大家撑着。大概有出演新番《异修罗》，还没看过呢。又是打僵尸的。努古里好像有三只账号吧？他是第三只嘞。开这么多账号要干嘛？Beaten path is a boring path. 有看迷宫饭吗？还没呢，有空来看。我当然也想玩三纳大叔这种东西，有 CK 真的好多、哦。三纳纳蒂鲁斯、三纳大树、三纳酒桶，顶飘飘。现在都不流行搭蟾蜍了。Time to show him who's best. Spoiler, it's me. Hey, 会死呢，猫咪。什么情况？猫被杀了。猫也没带治疗。可以，红鱼应该可以逼个两个闪。漂亮，甚至还杀了。挺皮的啊，三娜。哦，红雨刚起飞嘞，2-1。我也没想到他能追到，哎，居然这样，转两下就追到了。位置调得很好。接下来只要牛骨力不发飙，这把应该可以稳稳的拿下。完蛋，战车没闪了。Which I do, not have a college degree.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哇，又双杀！蝙蝠侠。
超级蝙蝠侠要登场了。大树抓我会死，会啊，他会死。我进化。嗯，快乐吃冰。那个瓜的声音呢？什么瓜啊？这是瓜。来了，蝙蝠侠，把虫全拿了，然后再杀他。抽到一只，可以。然后三杀、四杀、五连杀，300块喷出去了。这个家伙很硬欸。我觉得要在对线 S 他不太科学。还是有点机会的。嘿，进来喽！出去喽！怎么这么硬啦？为什么啊？为什么可以扛塔？这身废装怎么可以扛塔的、啊？ Little piece of advice: if no one tells you something's impossible, then it's still possible. So go do it. 我主要是他六级了。下一把冰掉，下一把换我玩喽。Technically, I don't have a permit for the gauntlet. There's an unspoken law in the alley. I blame the terrain. Only that rock. Yes. 哎，猫没抹了。现在把三娜加猫，三娜加猫也可以啊，猫去士兵了。好，跑车吃掉，溜了。战车有机会吗？有人再吃一波，吃到有大装。猪装被修掉了吗？早就被修掉了。
推推推推推推！这波虫虫依大家这个速度，我看是很难哦。应该是木有了啦，走了走了走了。好奇猫咪没有，猫咪要赶紧过去支援了。猫猫就没有办法跑线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只猫咪。好了，开始扁它。开始基本上是扁不死他、啊、很硬，但我还被known to fire a warning shot too。难道那边没有硬兮兮？有了，拿下三娜。这边换线了，还没吧？应该差不多要换了，我们换线了。大树有个火斗，我这个装说不定能打死他了。不给猫上车，没事啊，他总会上到车的。我赶路哦。这是经典二打一环节，经典。可以处理掉他了。终于啊，终于是把他干掉了。就火人应该会下来。猫咪还没上车，猫咪被绑住了，有五秒 CD 哦。Once it's a ruin, I can legally loot it。比赛有新套路吗？新套路都被削啦、啊。
现在用的就是新套路啊，伊泽瑞尔。他跟榜一起放会定到我吗？什么意思？你说他被绑的时候飞到我身上啊？应该不会吧？我不太确定猫咪会不会扣血。哎，结束嘞！状况啊，这一场。啊，打一打就结束了哦。中路爆炸了，中路已经爆炸了。这场玩的是非常的开心，下路吃好多兵哦。下路吃得很开心，辅助却跑线。这个人只玩妮可啊，刚刚妮可被 ban 了，他就变成猫咪了。他只玩妮可猫咪，都没有的时候还会变巴德。哇，辅助冒开。好，让妮可滚蛋。可以，我有机会玩三娜。三娜大树，哄我们完了。现在茂凯都是首选的，好，巴德哎，这个人非常犹豫，他亮着一个黑人，然后辅助秒锁巴德了，嗯，只好换成进了，合理，蛮合理的。我想一下，三娜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点双生命强化。这把三娜会跑线吗？我跟着茂凯在下路发育就好了，这把干嘛跑线？巴德会去跑线了。团购有便利商店取货的选项吗？我来帮你看一下哦。好像都是黑猫宅急便呢。要不然你叫他送到便利商店啊。如果你的地址填便利商店，他应该会把你放在便利商店的门口吧。
阿爸，你填邮局啦，邮局有可能会帮你收着。啊，店员会帮你收起来哦，不用担心哦。长得没有那么狂暴的战机啊！哎，那茂凯怎么抢着把我的世界地图买走啦？哦，没辅助装嘞，我没写歌嘞。现在怎么办？这怎么打？我是也可以玩吃冰的三娜啦，但应该就没那么强。If life is my curse, minions have spawned.现在惩罚会一起算了，我的血哥会跳不满了。哎，我的血哥好像还是跳得满吧，还是不行。反正就是吃冰会很穷啊。我后面再补，说不定还是可以的。打人啊，我吃兵还是有20块吧，如果我出世界地图，就只是跳有点久。吃兵三奈，好久没玩了。这样灵魂会少一点点，少一点点吧，看几率。不会少到太多啦。我记得有一半几率吧。如果要吃冰，我就不太好 A 人。旅游上过单杀，旅游上过单杀，哦，可能炮车漂亮。哦，漂亮的榜，闪过去，两个一起中，舒服。有魂了，有魂了，有魂！哇，转烂转烂！
巴德炮只绑一个，巴德脑，水哦，上路单杀，水哦，上路又单杀，上路一直单杀哎、欸。第一趟回家十个魂，其实算很不错了。31刀十个魂，麦克风怎么还没修好？又有杂音了是不是？索尼的麦克风怎么可能会不好了？感觉是有其他东西在干扰了。It's always dark on the horizon. If you only 一切正常。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卡蛋了。哎、欸，这枪有问题哎、欸！这枪真的有问题哎、欸！算了，灵魂多一点，刷魂。这里细节刷魂了，直接越了。越这个要花两条人命的，他怎么不等我扛啊？第一次冒凯死掉就。他自己不闪出去了，应该冒凯先闪出去拉掉一次，然后第二次再进来重新再扛一次。对，三速血了。I see myself in them, in the eyes of the. 这是白金场面，乱讲。这个冒凯是宗师，宗师259分，他还是七连败之后259，他原本应该500多分。终于要20层了、啊，你的几率有偷改是不是啊？我怎么可能现在才这个程序、啊？为什么你的地图还没有变成眼睛啊？也太扯了吧！他刚卖掉了吗？
living and. 这礼拜能止住三连败吗？前面练练手而已哦，不慌的哦。 已经完全熟悉那个比赛的环境了，完蛋了！我叠一层魂，嘿，加一层。 大凯啥时播到 HPS？ 大凯不是说上个礼拜会播到吗？还是这个礼拜？可能打CFO的时候会播到吧。只有我们对上了完整形态的 JT， 我们运气真的是很好，跟这样强劲的。 这个老牌战队交手，JT 好歹也十年战队了，上路已经杀穿了。他说要播 HPS 要加钱，什么都好说。钱是万能的。别死啊，兄弟！哇，我要死！七个魂。喂！ 茂凯也太软了吧，还是这个九桶，啊，这九桶太肥了，这九桶装备有点过于厉害，我来上面混个助攻了，他怎么飘走了？漂亮。 水哦，感觉单杀环节，能秀的，这里能秀的，我快到了，不是这样打，你要被狙击了。 啊，运气不错。嗯，他那位置如果被 W， 我是救不了了。拜托，再给我一个魂。我你几率多少了？620。 If something wasn't trying to kill me, it would have me worried. 要的也不多啊，再一个魂就好了。会赢哦，他们那边。好哥来了。
虽然过去了一年，它依然这么好听。会赢哦，大卫。顶楼能到的。Q 一次要110抹，这么多。板大楼的顶端能到哦，这里看起来人家要完蛋呢。救我！再会。伤害有点不够力啊！你还要吃这波、哦，我缺一点钱呢。我跟在旁边吸魂了，在那个里面、哦，我在右边，我怕被那个牙宁直接带走啊。哎，准备暗算了。My blood still flows, but I'll never be the same. 快两件了。也供完吃货，感谢五个月。然后先往里面走，看队友有没有机会把外面的打残。我杀出一条血路。我怎么玩的这样 support？ 因为我没有世界地图啊。有世界地图，事情就不会变这样了。要是有血哥，我中路长这样子还可以推他、哦。树人没地图要出啥？火斗反甲，火斗反甲，欺瞒者都不错啊。树人都没啦。我的天哪、啊，好痛啊！我被他砰到两枪，两枪1443嘞，会死。Every day I fought for my life.
Why should today be any different?会战其实普普通通哎，打分推比较会赢，打这种单挑局比较会赢。可以哦，杀两个 B 八龙。四枪侠妖梦街收集者好像比较好，都是这样出啊，妖梦收集者王冠啊，然后有坦的话就补大川，没坦的话就补火炮跟无尽。20分钟54个魂，好像也不少。终于两件套了。哦，魂的掉落率真的好低哦，有偷改。哎，我怎么遇不到他？为什么 A 刀会自己走上去的、啊？走，求果战。那我 A 刀地板为什么不会打他？哭啊！求果不战，这里怎么有个求果？哦，我就应该把这个求果先 A 掉的。大招被强挡掉，超亏的。我发现对面的这个牙氏兄弟其实是来开戳的，173371，全靠一个酒桶在打。哦，偷偷的，可以。这偷偷的吃，没有人发现。我偷偷的也过来喽。偷偷的要走咯，哎，酒桶没闪。不知道什么鬼伤害哦，一个大肚子1820滴。
只能说他是巨肥。AP 酒桶啊 ，AP 酒桶，我最近有看到几场都差不多长这个样子，真的好痛。看 Dave 的影片学，学什么？那一场没有世界地图就已经很痛苦了，没什么办法。加减多 A 一点塔。球果赞。Dave 的单挑啊 ，Dave 的单挑好像不是算很强。单挑比较强的都是上路选手，大部分。茂凯其实快三件套嘞。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I just want it to matter. 阿毛出现啦！哎呦，三棒！有。Fear moves like a current.阿毛一出现，这酒桶就开送嘞。大树这一波终于像个人了。哎，你还要给我这一枪，那你可能会被锤死哦。哈，哎，你怎么不杀那个能杀你的？变我干啥？就旁边有个这个700块的飞爱，他不变，要来变我。出去，挡住，好，哇哦，反向逃跑，这什么蛙哥啦？为什么会有人在这一版出深渊面具啦？欸，对面一个魔蟒都没有，欸，这什么大变装？他这个088是有道理的。My walls aren't unbreakable. I'm not either. Patient as a king.欸，抓一手巴德，我也被抓了。
我先走一步。霸龙长出来了，从这边开始BD了。对了，抓到了。出个泡泡，还要拆？可以哦，一秒识破，咚咚咚咚咚。拆光了，拆光了。里面有两个拆塔怪物。那两只拆塔都超级快的，这样我只能说我的手是真的短，30分钟，71层，810的攻击距离，真的会被 A 死。应该在吃巴龙吧？反野拿灵魂的啦。小心球果，谁弹得过来？怎么发子弹不见了？哎，我不是点在风墙的旁边吗？这样子竟然是会被全吃的、哦。没有啊，上一次护盾有出来啊，这一次连护盾都没给到，怎么不见了？必要出这个吗？感觉没必要呢，泡泡吧。The more blood on your hands, the harder. 哦吼，这伤害快点贵哦。真的还好，还有167点魔方、欸，不然一定死。他167的魔方要被打2500，那炸到我是必死。
好，有机会了吗？啥鬼？这古拉嘎斯？啊，贴在一起！我刚才站去外面的。巨蛇风牙，感觉赤兵三娜最后一件还是得要来个无尽之刃的，但伤害真的不够啊。这酒桶甚至还能有182点的防御哦。大穿大穿，我们这一队没有一个出模仿的，没有人鸟他。Every day I fought for my life. Why should today be any different? 他二十四杀杀猪哦，他这把杀猪局哦。八连败了，乱讲，这一场我会帮他止败的、啊。这场能赢。他只要做一点素人能做的事就好了，绑住那个酒桶。巴德是该有多硬啊！打团是真的超烂的，先强弄掉嘞，我觉得机会来了。好了，素人绑他。球果很不赞，球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赞。华哥啦，怎么又死啦？为什么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杀我啊？我想说他应该是动不了了吧？一个渡渡加一个喝酒，哎，茂凯止败了，但我觉得这个家伙该输。让这个家伙赢了，我觉得对整个社会是很不公平的。
这个家伙长这样，不该赢，他不该赢。那个，快碰到他。然后看他等等能不能去对面呢、啊？哎呀，我最近输几场，1、2、3、4、5、6，20场输6场，还行吧？他要是把世界地图让给我，我觉得事情就不一样了。这场可以开盘吗？等再开盘好了。这场一定开。龙浩哥，听说你版权到期了。现在大家都可以自由的使用米老鼠了，是不是？接受，要多一个米老鼠贴图吗？可以啊，米老鼠要来啦。马上在我的游戏里加入米老鼠元素。Miska Muska。老鼠打野，哎，不用老鼠打野吧？真拿出我的老东西啊！我枪呢？你这小子的脖子都奇怪。大凯很喜欢这个影片，那肯定喜欢的。现在有这么多 mod 啦，小智跟小智可以生出什么？皮卡丘吧。
我有看这个啊，我有在那个，我在 Shadow Boss 里面看过他。巴友。巴哈也有啊，有机会来看看。这还有什么？这是什么？米老鼠二创啊！这边马瑞。各种米老鼠跑出来嘞！很好啊，这样多了很多米老鼠影片可以看呢、啊。100年啦，没想到你100年啦，米老鼠。自由啦！门脚拿出来啦，我看是蓝起好了。对面有马叔叔，我看一下马瑞哦。马叔叔怎么最近在打野啊？哎、欸，我们中路是 KDF 的中路哎、欸，哦不对，这个上路农心的叫什么 DNDN， 嘿，马叔叔，马叔叔你干啥呢？哦，你要这样搞？别怪我无情，我去刷你野怪。那我这只要先中级啊，不然我会没有那个，我也没有斩杀啊。各位小心，马叔叔就在上路。我单挑不好打他，如果是我两等，我单挑就赢他了。放个眼，他绕过来搞我了，他那只没绕那么快啦、欸。这一把我们有农心的上路，很稳。感觉对面下路好像在送。没有哦，没有哦。鬼卡一手兵线。感觉在这里遇到马叔叔，我就要变尸体了、欸，应该不会遇到吧？嗯，遇到了，他遇到我了。太愚蠢了，马叔叔，这伤害也想杀我啊！把我抓痒，
叠剑拿起来了，来去帮上路。CS 确实有点少，不知道是先吃了我的三郎，还是先吃了我的九级。那我跟他闪换闪哦，我很赚哦。哎，帮我看一下马运直播，他是先吃这个还是？啊，看来是先吃三郎。他等六等就知道了。没有啊，他其实只反了我一摊而已耶，准备在上路交战了。小心啊，上路马叔叔来喽！他应该是在吃这个，我决定大胆的尝试。过去 check， 偷一只，偷到了，兄弟们不用担心，偷到一只了，偷两只的，哭啊！中了就走了。我不知道那个重不重的死啊，他那个盾长那样，我不知道有多少。还是中了，他会直接中到那个血量，我不太清楚。那血是包含护盾400，可是我很常看到它显示是1耶。没有，应该是没有包含护盾吧，印象中。因为我常常看到它显示是1滴。这龙应该是没救。还有人想骗呢、还好我这场一直帮上路，浓心的上路能吸来碰拳。我一直都是浓心的粉丝啊！世界赛永远支持浓心。到六了，泡面都吃浓心的，对，我以后泡面只吃浓心的。我已经超久没吃泡面了。记好了，兄弟，我是 HPS 的，咱们 MSI 见。我们 MSI 会相见的。叔叔来嘞，下路这样感觉有点完蛋了。
应该是没有救。我刷主野吧。去看一下，有过去看啦、啊。我过去看虫虫啦，而且我是直走过来看虫。看啥啦？又怎么啦？又怎么啦？What's your problem 啊？哇，大口大口吸，好爽！你看，明明破不了那个盾，拖延终结者，我就看不出来那个到底有多少血。真的，那个可以处理掉了。我印象中就是看不出来还有多少血，所以我第一波才要上去吸他。兄弟，我又来了。哎，这边怎么有根粉眼？我这边假装 recall 啊，你演一下。中路没闪。因为马叔叔可能在这附近蹲我，应该把我野怪给反了，感觉没有。哭啊，恐怖到，为什么？帮中路推线了。啊，他怎么在这里？中路不要了。是他跑下来，中路是不想要了。下一条龙我也没大呢，帮我撑五十秒，帮我撑五十秒，我就可以碰这条龙了。七秒大招即将登场，这个大招我要投资给我最好的朋友中路。应该先处理预示者。上路我已经投资的够多了，再投那个效益很低了，怎么办啊？这好像吃不了哎、欸。他们挂了。
不去了。要吃怎么可能吃？这怎么吃？有啦，我成功断到他们 recall 了。买预示者送稻草人，树人闪上来啦，树人没闪，是我刚刚有机会拼个中，树人没闪，我真的闪现恐死他。可以帮一下法洛斯，等级比我高、怎么这么多小儿子啊？哦，单杀，有机会单杀，这个没闪。开跳，马叔叔，这下走不了了吧？小凤帮我挡了。那边感觉怎么样都不会死。嗯？为什么我们的中路一直是这个杰西啊？法洛斯为什么不来中路？也是 poke 流的不来中路、欸。打野稻草人，我 man 的，我是稻草人，胜率杠杠的。恶意草人强吗？还不错，我下一件可能会出，感觉应该要出哎、欸，不然 CD 有点太久了。这样上路会死翘翘呢，不需要钱，这一只就不缺钱，这一只只要经验值。哎，再撑三秒，快有大了。哎，你们慢慢poke。六号哥，鸟在飞。但又没视野了，完全没有视野。鸟飞得太快了。晚过去，我没有大招啊！我
哇，大招了，兄弟们！先处理这个阿七尔。阿七尔可能不是那么好处理啊，他还敢飞啊，真敢啊！下路都更了，上路这才叫都更啊，下路根本没被拆。上路赚了一个650，哎，这杰西回去要起飞了。狮子大招用恶意没有伤害，会吗？乌迪尔现在好像也没有，但下一次改版之后就有了，会有凤凰加恶意。AP 乌迪尔重出江湖。这个人是单带狂被抓呢。等这个家伙少个眼，哎呦，他这一炮可以，我去看中路了，我感觉他可以直接屌打这个沙皇，双 buff， 现在 buff 又不会转移，所有人都有双 buff。下路要不行了，对面好像要等龙团，我要跟这个辅助一起走了，但有点难出去，我这次没办法扫眼。哎，对面要偷吃了，对面要偷吃了。马叔叔卑鄙的很，再偷吃，再偷吃。没错，再偷吃，我成功的，没有想到。漂亮，开炮。继续帮吃吗？我只能继续看一下这个伤害够不够啊，我还能帮忙按个重击呢。没有 CV 啊，没有眼啊，我没有视野啊。啊，那个血量，刚完全看不到血量啊，哪看得到？要是看得到血量，我就在旁边跳个舞，再跳进去都没问题啊。啊，刚好 AD 的 CB 用掉了。
死了，蹦，没死。这一者怎么那么痛？现在一者很痛啊 ，T 零。自由抓到了。啊，我这样还不算助攻哦，可恶。4v5这波大波的，绕跑，嗯，可以，我直接跟马叔叔自爆。哎呦，撸了！对，牙宁砍掉一座塔了。为什么感觉这个牙宁没有很肥啊？现在就缺这一朵花了，伤害不太够。Support 布朗姆应该玩平 A 的吗？玩平 A 的好一点，但这版平 A 很烂。这版能穿甲一定穿甲，中路穿甲，下路穿甲，没有人在玩平 A 的啦。出事了！全是人，全是人！我被包夹啦！布兰德没有闪哦。钢量还可以不死，还真可以。Shut down 再加上 Shut down， 牙宁成功闪掉了，波龙魂点。有啊，大招清兵了呢。可以，一德死了。可以来超级远古龙团了。30秒后大招，没大龙团啊！5打4怎么不打龙团？5打4都不打，这游戏打不了、欸。
小心狮子，小心狮子，大快好了。好，跳出来了，但结束了。王啦！阿希尔杀光了，那个龙王，我再找一个好位置跳出来哦。远古龙开团啊！我被远古龙打，我会不会扣血？感觉我最后这一波伤害拉满。再恐一手。再恐一手马叔叔，理论上他动不了。再打一场来吃东西了，好啊，又扣我18分。看我输出环节，哼，打得比狮子还多。爆炸，爆炸输出。等等，快要吃啥？莫慌，准备吃点好料的。米老鼠可以搞二创了，欸，黑白的好啊，这种猫哥黑魔岛还适合这个环境呢，欸，这个卡我有，欸，还会发光的，欸。
金字闪卡吗？金字闪卡、啊、右下角还有正版的标哦。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但是我们的。哎，我们的镜也要开始了。别吵，聊天室不要再吵了，过十二点了。过十二点了，不可吵到。What sweet sadness is killing?那个牌啊，看起来不难赢啊。Each bullet is a piece. 刚刚那个骰到大贤者打一下不就结束了吗 ？Is a piece of me. OTK. Smile. Everyone is watching. Death should never be quick. It should be an art. 这摩甘娜刚刚只能说他的技能点的太慢了，他没有马上的套自己盾。哎，点黑水的摩甘娜真的是。都怪怪的。I was paid to put on a killer show. 人来了吗？来得上 ，OK， 演戏。Enemy
一等点黑水就欠扁。其实不管几等都不太适合点黑水，四等可以点。Death is certain, but killing doesn't have to be ugly. 这黑水这么耗魔，然后伤害是真的只有一丢丢啊。假装赚钱，他其实辅助装改这样之后也不太需要黑水赚钱。打野来了。The trigger on the loaded weapon, it whispers. 黑水最好的用处就是偷吃 AD 的兵。啊，刚亮还能炸到。漂亮，鬼子一换一。嗯，我也没想到 bang 出来。还脚闪。对，对面两个没闪。哦，劳力。哭啊 ！Happiness is a warm gun。对手太会扭了，没办法，选择在这个时间吃龙。You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下路线都还没清，感觉想把我们搞死。哦，掉超多兵了啦！快到嘞，敢上吗？如果他上，我一定跟他。四兄弟就挺到底。This would be easier if blood came in more colors. Enemy rampage. 我要怎么挺？我会跟着闪上去哦。那个医者没招。1, 2, 3, 4. This comes only in the moment before I fire. 400杰西。不是我很喜欢看到的局面。年奶黄猫68个月，杰西蓝宝都超肥。Which is the lie? The mask on my face. Shenzhu 降智而有蓝宝，蛮少见的。哎，怎么下来送？双杀。I never hurt anyone. It is the performance. 老李怎么又被捆住啦？HPS 有薪水拿、啊，有啊。Riot 都是会给钱的，保证底薪。
26,800，就业好安心。My clients expect the best. Perfection isn't good enough.伊泽应该差不多要被我杀了。I can't live without the Victoria. How 像往前闪有机会赢吗？But God makes it so I do. Yo, 逆命来了！哎，伊泽瑞尔，红闪，先打这龙，打出锤下，漂亮，双杀。If I get this outfit dirty, I'm going to be so annoyed. Why don't you just go with the ghost? Go. 闪现补攻我会死啊！我感觉得在那边小兵中间周旋一下。A costume, some makeup. 三枪侠不是盖的、啊。欸，这一把出错鞋子了，我应该出物防鞋。但我会战一定会被他三枪秒掉，可能两枪就死了。Until they stop me, I will keep going. 你要来了。The ecstasy of killing. 那一枪不动，送不过去了。老李用自己的命，感觉还行呢。这条141的命应该是不太值钱的。Life has no meaning, but your death shall. 刚竟然没中，可能是 bug。I am misunderstood. Beauty can't be evil. Hey, 完蛋！哎呦，还好，没什么事。There is nothing for me. 进出机会抢吗？还好。收集者太强了。收集者跟王冠太强，镜比较适合这样。I swear each performance is the last, but I lie every time. 黎明每次开大都没有人头进账。Oh my god， 六重喽！
这里。虽然猜错了，但完全没有关系，依然很赚。好，皮也拿满了，前往中路。杰西已经肥到两个都有了。智能施法哦，也可以用啊，这个比较好掌握距离哦，这个招真的太远了，我很难抓住它的最远距离到底在哪里。An ally has been slain. No poet's words could match my craft. 没差，这样用也很顺。哦，一个三。三杀嘞！粘在墙上，漂亮！往前滚，不要害怕！啊？贝尔兹萨斯啊！哈哈！还好有个儿子在那里啊！还好有个儿子有出息啊！这个大树很强啊，这个大树挡子弹什么都很厉害。他刚刚就是有一点点失误，就是没有把那个没有把葛雷夫敲到好位置，其他都完美。他猛才一件装，这时间正常来说大家都是一件啊。有两件的是超前发育的、哦、完了，无情。哎、欸，对，无情被包夹了。在后天，哎、欸，反杀，这个不进墙，算了，后者也行。我们来找死了。哦呦，还有鬼不哭啊！刚刚不开。I am the singer without a voice, the dancer without legs. 我们那被刷到了。还有人踢我，踢我后面。是啊，有人 TP 啊，我只能向前进啊。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能有一根眼？打了这么久，这里还能有一根眼？
中上野哦，中上野现在还可以，还有救。Talent justifies all actions。这松木是逆命就还有救，逆命后期很强。这逆命等他第三件火炮的时候，什么？Smiles and screams, I bring both.反正对面也蛮软的，应该是还好。This performance needs more zazz.路人这个双加速有料吗？好像现在都这样出吧。很强，他自己开很强，还可以帮队友加速。现在下路最坦的辅助英雄。Yes, the gun is ironic. 哎呦！这拳过去，我守的中路，这把好运强吗？猛的，猛的不行，出穿透的角色都猛的不行。I will not suffer this ugliness. I live in your thoughts. You will die for it. Art shall blossom from your feet. They are puppets. I pull their strings. And then they dance. 没什么机会，家里要 BBQ 嘞。是要 BBQ 了，是已经 BBQ 了。The face.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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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一炮下来真的会死。Face the crowd and lead for them. Your life had no value before me. Breathe in the atmosphere. I knew you would find your mark eventually.一下怎么那么多啊？怎么那么痛啊？I am a slave to this passion. What?哎呦，好啊，你也很痛。多收集一些国。有救了。With my tech, killing blooms into artwork. 是吧？关键输出。嘿，饭越来越强嘞。因为他一打三可以把一个打残嘞，他现在很猛嘞。刚可以巴龙吗？蛮难的，是太慢的。Your
destroyed. Oh, 金牌，漂亮，哇，完美看过。这把只能靠鼻涕了，这把靠这个单抓，然后看有没有机会抓个一两个人之后扒龙。I get nervous before every performance, but I need that feeling. 吃火龙片片可以干嘛？可以加速哦。你看我技能级数。哎，开吃了呢。OK， 巴龙被秒了。Life has no meaning, but your death shall. 吃一点火龙被变。They will dance, they will sing, they will die. 为什么赛场上看不到好运姐？因为有法洛斯顶在前面呢、啊。有法洛斯、露西恩，还有滑板鞋，四大天王。我的天哪！极度的缺乏会战伤害。超能精兵的，这个偷袭，哇哇哇哇哇，火龙！炎火一直喷呢，这个特效很爽哎。感觉问候应该先出吧，这些火炮。换物防血了吗？嗯，我想一下。感觉问候先出哎、欸。问候先出，然后可能要接个火炮，再接个无尽。哇，能活真的是运气很好。老天鹅啊！
好啊，僵局了。会战打不起来啊，除了大树以外，除了大树以外都没什么用。半打得不错，哇，没能打成那个分推，太亏了。一字排开，匿名真的好惨。大树双排，怎么双排？他宗师哦。这个大树很猛哎、欸，我觉得现在玩大树的应该都蛮猛，大树就很猛。吸干嘛是差不多啊，准备来去吃点东西。看看要看哪一台啊。ET 台好像是不错呢，游戏王哦，游戏王想看的，请到 B 站刷原版。小呆瓜哦，小呆瓜好像也精英了，是不是？早就说小呆瓜有精英实力了。OK， 出动，看台一波，好，台一波，出动。晚安，再会。记得买海苔。